背叛，背叛的人都该被我捅死。你知道什么叫一叶障目？我知道是谁杀了他。我们张开眼睛，以为我们看到的就是事物的全貌，可事实上，只要这样，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了。背叛的人都该被我捅死。你们的中文程度变好了吗？巷子连续发生的恐怖淫室命案，让人联想起20年前的成语杀人事件。正港分局真的有能力阻止下一桩命案吗？鸡毛鱼鳞脚错别字，鸡毛鸭血，现场没有鸭血啊，鸡毛蒜头，蒜皮，对嘛，蒜皮，蒜你个大，都已经第二起案件，这绝对是模仿犯案，我们要集中警力往一个方向调查。你知道什么叫一叶障目吗？我知道是谁杀了他。我们张开眼睛，以为我们看到的就是事物的全貌，可事实上，只要这样，你就什么都看不到。This time.